韩国女星唐嫣日前迎来40岁生日，不少艺人好友都献上祝福。唐嫣工作室也晒出精心制作的40岁庆生图，只见唐嫣穿上一套像是芭蕾舞服的洋装，以及另一套长礼服，纤细好身材一览无遗。而照片还用了设计软体、电脑辅助绘画软体 AR 技术等来创造，然而成果看起来却有些不自然，背景搭配的梅花及图腾也破坏了美感，粉丝们看了都相当不满，纷纷批评工作室，我以为一般要60大寿才会拍成这样，这个好像80年代那个挂历，姐很美，但工作室丝毫没有审美感，根本糟蹋唐嫣了吧，迎来大批粉丝抱怨声连连啊。